当你完成训练后，再多练一些，你也许会想去找一份正当职业。 宝，我很需要一支箭，你的大火箭。哎呦我擦！哎，这减速，截屏哎，截屏哎，截屏哎，拉回来，截屏哎，这减速。 这把应该来个石头人儿。回来吧你！哎，你减速，喂，圈哥，截屏哎。 拉回来 ，A 级减速，喂，圈光，拿下。哎，你过来呀！你过来呀！你敢过来吗？快速换人！ 把我的双招给我打没了，打剑魔双招没交了，打个老婆螳螂双招给我交了，这把我们就应该来个石头人儿。 这波我有双招，这剑魔不又死了吗？真的是很烦呐！喂，圈哥，截屏了一个了 ，A 级减速，截屏了。太好了！Killing spree，shut down。 不要破坏规则，要朝着规则灌篮。你敢过来吗？那你就别吃。灌篮就是我送你的礼物。<笑>神经病。 这把可以出个挺进。
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圈刮一个拉 A 接减速，接平 A， 接平 A，A 接减速一个劈。讲武德，篮球掉了。没事，养一波猪。准备个 BGM 吧，一会儿一 v 五，兄弟们。灌篮可不简单。An ally has been slain.流川枫上场了，我不会全力付出，但会全力争取。回来吧你 ，A 级减速疾跑一开，外圈刮接平嘞，大杀四方了，闪现减速一个劈，哇！A 级减速，位圈光。螳螂来了，腿后拉出来，好怂啊他！我上篮，然后得分。再来一波吧。完成训练后再多练一些，那我再吃个塔皮吧。我会回来的，推迟比赛。此炮的工具格莱厄斯完成工作的唯一方式，冰霜之锤，把你的问题放在冰上。搁哪呢？冰霜之锤？哪有冰霜之锤？现在只有静石。冰霜之锤已经没了。我没看到一支队伍。看到的是一群穿着燕尾服的路人。头发球，我来了。我不需要队友，但我的队友需要我。这就是接球。
插个眼儿。格莱厄斯懂得过分。A 姐挺近 ，A 姐减速，外圈刮一个拉接品雷，我一个劈。这也不用两个技能吧？这还用放大呀啥的？我怕那瞎子给我 K 了。拉回来一个。人还是挺多的啊！减速，外圈光检测。每条路。都是我的路。那中路，哟！不要破坏规则，要朝规则灌篮。来，他375，我412。回来吧你 A 级减速外圈刮接挺进接平 A 接平 A 螳螂喜欢反野成为现在的我那就让我来吧头发球看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有红吗？你要再试试吗？An enemy has been slain. Enemy double kill.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主场。A 级减速，外圈刮疾跑，一台接挺进，接平 A， 接平 A， 我一个 P 接减速回去死不了。好疼啊！就是接球，又是比赛，太好了！没人要，我要了。从不练习退后哼该我上场了来个 BGM 放错了但是没办法调了拉回来我靠我一我挺进减速
结束。头发飘起，官方的执法呢？那就该走近点看看了。回来吧你 AJ 减速，外圈挖接挺接平呗。算了，咬你！我不会全力付出，但会全力争取。哎，这螳螂技能是真多呀！太好了！什么意思啊？就红没有，就石头人就不打了呗？这啥玩意儿呢？这就是接球。拉回来 AG 解锁外圈挂接挺你接平的接平我一个逼正好我调一下我的按键所以这就是板凳的样子了。当你完成训练后，再多练一些，退后。顶进减速，外圈花一个拉 BGM 起我一个。我 BGM 呢？我不需要队友，但我的队友需要。啊，来了。我没有会员怎么整啊？没有会员他不让我听。德莱厄斯懂走外平 A 去减速接平 A 外圈挂一个劈拉回来怎么这么多技能啊还搞个狂风过来不过15万我充个会员啊几块呀6块钱好像13块连续包月可以保持水分来个会员啊没有会员Industry.
OK， 豪华 VIP 服务我已开通。把我血怒给我干没了，我减速外圈刮截屏 A 一个拉截屏 A 我一个劈去。谁打我这么疼呢？我看看啊，螳螂，谢谢 PPTAO。声音太小了，大一点。行，就这个声。下边再来，我感觉我得发育一会儿了，我得发育到16才能行。要不然这正面有个机器人很难搞。咬龙兄弟们。进装备不错呀，不要破坏规则，规则过难。我一个 W 打了他900多，那个劲，来个蓝盾吧这把。等个 R 呀，我能等，我的血怒他等不了了。我刚才不挺牛的吗？我这刚才一顿追呀，我这一看啊，怎么我一来就全跑了呢？
我下波来波一 v 五。等我有蓝盾，下波有双招。回家可以试试对我犯规，真的得试试。小龙啊，小龙，你个逼！